嗨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梦幻星出现最最睿智的情侣专属视野，本专属的手工蜡，就带大家来看看我们梦幻星出现的男士片场吧。发现小哲的气质好有仙侠感哦，不愧是梦幻星出现的代言人。这被工作人员团团围住的是谁呀？是我们小哲呀。